一下哈、哦。喂，你熬夜时间到，今仔我的时间呢？阿舅，我要介绍吼，给我一回尔，给我一回尔。啊，即届要来竞选咱松山信义区的议员，我叫伊华冈小天王啦，伊叫做陈泰源，也是敢若较早哩台北市东部咱即个青年所的组长吼。啊，即届英勇出少年，希望讲大家在松山信义的人会使来甲支持。啊、我现在要把麦克风交伊，因为他住在伊边啊，准备卡大，伊要甲咱热舞表演，那个泡泡姐无？谢谢您哟、哦，各位咱台湾各位主人，大家好，大家安安。好，谢谢哈、哦，大家好，拍摄啦，我台语吼刚刚较袂认真，啊，我就尽量吼国台语参半，请大家吼多多包涵。我叫陈泰源，陈泰源，吼、哦，我是72年出，27岁，吼、哦，今年要参选台北市的松山，啊，佮有信义区的台北市议员的选举，吼、哦，这一次的参选呢，基本上吼，因为松山信义区啊，佮加一席，所以讲呢，拢总吼有10席的这个席次，啊，咱民进党即届吼要提名5个，扣掉现任的3位吼。啊，阁有2席是予新人的空间。啊，不过吼，大家拢嘛知影，松山甲信义区吼，原则上吼，这个蓝绿比是6-4，所以讲吼，民进党那是提名5个吼，可能是足危险的哦。所以讲，拜托大家一定爱支持一个形象、品牌、票源上无冲突的、区隔最明显的就是新人陈泰源，安尼吼，才有法度吼替咱民进党打下这个5席全垒打击的基础，所以讲吼，伫遮吼拜托大家，5月底起码是100%电话民调。吼、哦，我的名最好记的，就是迄个郭泰源泡棒球的迄个泰源，啊改姓陈，安尼就用的啊。吼、哦，啊今日吼是咱的公投联盟的这个会的，上重要的是叫大家吼一定爱吼嚼爸爸。好过年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现在吼、哦，因为我较早，我较早是读华冈艺校，吼、哦，念艺术的，所以讲呢，我即摆吼带来一支舞蹈，啊，佮有一首歌曲，吼、哦，就要表演给大家看，好、哦、表演给大家听，啊，希望吼、哦、大家介意，吼、哦，啊，首先呢，咱第一首歌曲是黄国伦的《天光》，哦、大家应该拢会晓唱吼，会晓唱大家做伙唱哦。啊，麻烦我们大哥可以放音乐了，谢谢谢谢。杨幂吼，我第二个要表演是一个舞蹈，啊，这个舞蹈吼、哦、是太极拳加国剧武功融合的一个舞蹈，好、哦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岁月比当年更长，
第二个是舞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